哎，阿里叉桥啊！先拉在这个穴，然后等它舒服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再换到另外一个穴，再换到这个穴，学龄前的穴，我是说学龄前的解谜。 哎，天哪！刚突然发表了有点类似古鲁阿盖普的发言，但他刚刚又给这个冰属性的冷气果，一看就知道要我怎么用。嗯，这个竟然不能够移动吗？太废了，好像也只能这样子，无趣，太让我失望了。 谢谢大家，公安意外，解除道具禁令，我要淹死啦，老鲁！哎哎，哎，哦哎，妈，真要淹死 ！Here we go！ 心痛穿西衣，翻车！哎，靠北，哇，好强啊！<笑>翻车啦！哦，没有，他直接烧到人家家哎！<笑>心痛穿西衣，哈<笑>哎，你们玩你们的啊！ Lucky ball, go! 差一点。哦。如果你看得到，我可以对我温柔一点吗？好啊。极美，这个无论是角度还是距离都刚刚好，发射！ 早安，很像 ，Go， 哇，太美了！哎，兄弟，还好吧？看，把你安全、快速、稳定的送到了你朋友身边。哇，这个，哈哈，这个是要干嘛、啊？ 哈哈哈哈哈！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，我顶他两下好了，好，然后我们直接倒转。 踏遍所有破魔神庙，并抵达最后神庙的深处后，听见了老鲁的声音。只要前往十字神殿，似乎就会授予某样东西。哇哦！古代勇者之魂，对吧？啊，它是全套。<笑>不愧是老鲁的祝福，我现在就是老鲁。 you <laughs>